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我是 Welvermind 的 Founder and Creative Director。我哋是一间 Brand Consultancy 和 Creative Studio。我哋业务性质是由品牌和设计出发，帮客人找不同的 Creative Solutions 嘅。所以我哋就不会局限自己只是做某一类型的设计，而是有系统、有策略地帮客人用不同的设计手法，去由品牌形象开始到执行各种细节，例如广告啊，例如他们的包装设计等等，我们都会接触到。务求就是我们有能力做到，我们都会去做，去帮品牌达至他们最高的市场竞争力的。那我们的客户呢，是有 Microsoft、Rocket 等等之外呢，也都有来自美国和香港的 Startup、中小企和 Artist 等等的。我们相信再优秀的品牌和产品都好，都需要一个适合的渠道去令到大众知道它的存在，而设计正正就在这个岗位担任一个传播者的角色。一个好的设计是可以令到大众更加容易去理解这个品牌。 BDA 是由一众设计师做评审选出，我们能够在芸芸的参赛者中间脱颖而出，得到 Best Aesthetic Value Award， 对我们作为一间设计公司来说是非常之荣幸，也都很开心的。对客户来说，得到这个奖项，见到我们也都是会加添一份信心肯定了。Design Mesh 最吸引到我的地方，就是可以在当日事前已经做一个网上预约，和不同行业的人作出一个配对。好的方法就是令到相对在传统可能在会场去见面去倾偈更加有效率的。那我们更加可以预先知道对方的背景、公司做些什么等等，那在我们的谈话当中会更加有帮助的。